台语的啦，好，这里下人。哎，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啊！开始了啦！小声一点啦！给我听歌听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们我们是不是很久没见了？两年了吗？两三年了吧？哪有三年？我拍这个戏还没三年。才两年了。人家现在大红大紫。对啊，你这么红啊！哎呦，不要这么说。那我现在找你，我现在找你呢，因为我们要开箱嘛。嗯。所以我决定拿最新的 iPhone 13四支让你开箱。这怎么好意思？谢谢丁哥。哎哎哎，没去打，没去哪里？我上次我们见面礼，我们这么久没见了。没有啦，我想说哈，你拍戏这么忙碌，有一定要拿来给你直接看，因为它这次有两款色很恰。一款呢、嗯、是天空蓝蓝色嘛，一款是粉红色。有啊，听你讲。有对不对？嗯。但它因为它跟 iPhone 12的尺寸差不多了。嗯。这样啊，我就把粉红色跟天空蓝呢，让你摸摸，你讲一下感觉好不好。那你摸摸。好啦，摸摸啦。不是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。哎、欸，那个阿勇，如果他要来吃，我会打电话给你。阿勇，你今天在吗？你得出奇的话。直接帮他订，然后叫他汇钱给你。哎、欸，我等下卖好你。卖好你，现在汇款账号。对对对，你看。这两只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你们要讲一下你们以前的片头啊？你们开场以前都怎么讲？我欢迎收看什么？欢迎收看什么？哦、欢迎收看听歌开箱，我是听歌。哦，我是志新。好，继续。好，最后一句。天空蓝。哎、欸，这个蓝色是不是之前都没有？你可以把这纸拿掉没关系，你就拿手机就好了。你看，来来，给你看。这是静止画面吗，小姐？在享受它的触感。秋姐，你刚刚是卡住是不是？在享受它的触感，想说哇，它有种，它是更大了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它一样啊，跟 iPhone 12 Pro 一样，6.7寸啊。但它是哪里不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一次把两个颜色让你看掉，另外这个粉红色。Oh my god， 这粉红色根本是少女的颜色。哎、欸，你现在用什么手机？就12啊。你用十？哦。那我觉得你就换13粉红色就好了。什么？强哥，你听到了吗？强哥。强哥。13。哎、欸，它的粉红色很 Q 哎、欸。对不对？对啊，很 Q、欸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个完美的搭配，就是强哥换13 Pro 的蓝色，然后你换粉红色，对对，情侣机的概念。对对对对对。对。哎，它这个蓝很好看的，因为我很不喜欢之前上一个蓝色，你觉得太深了，是不是？你说你说我这个蓝色，就我没有太深，太平洋蓝了、啊。嗯，哦，所以你喜欢这个蓝？所以我那时候12是换黑色。哦。对，但这个蓝我觉得蛮可爱，我觉得女生比较喜欢这个蓝。哦哦，所以你会喜欢这个蓝？那它黑色长什么样？我没有黑色，我没有黑色，我改金色。哦，金色你要不要看一下？白色它现在我觉得它白色也蛮好看的，因为金色白色。对它这个白色是它有点像星光色。对，它这色白色我觉得蛮好看，我觉得白色跟蓝色是我会想要的颜色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我用这个？因为它手上拿一个是 iPhone 13 mini， 嗯，我用它来做录影。直接给大家看，说我们就是用 iPhone 13在做记录，它的画质很厉害，很漂亮。我有看到它的广告，它的广告就是也是拿自己的手机，然后在那边录，然后录一些很厉害的东西。我没有，我还有说什么好莱坞在你的手上之类的。真的，哎、啊，你知道我都在看什么吗？没看。有人每天都在摆 pose 啊，然后一直上电视啊，比如说这样摆着，你在干嘛？这位阿贝，他好像有一个 IG 还是什么，就这样，然后蹲着，然后拿什么东西。有啊，然后结果就上了，好像那个 ET Today 还是上苹果日报。哎、欸，那我问你哦，他可不可以演你的三叔公？我觉得以你哦，你进来真的是要演我阿公啊。你是认真吗？哎、欸，你知道他爸是谁？少奇哥是我爸。啊，少奇哥啊。少奇哥也是果粉，他也是果粉。啊、他是果粉，对，他是果粉。他是，但他最近有换了那个折叠的那个、哦、三星，嗯，哦，他换三星折叠机啊，换三星。所以，因为我很早之前有找他用一下三星折叠机，对，想要换三星折叠机啊，对，好像是换三星折叠机。哦，好了，那你最后你看，你觉得这两只手机，你自己最喜欢就是？颜色我会喜欢这个哦，天空蓝。因为我本来就对粉红色没有到很有兴趣，我只会觉得哇好可爱哦、喔，但如果要拥有的话，我还是。那不然我们刚刚那个选项反过来，就强哥拿粉色，我好想看哦。两个喂。而且他真的全部照相啊，全部进化，又进化，夜拍更强。你知道吗？我当初换十二的时候，你就跟我说他的夜拍很强，你这样我每一年都要换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哎、欸，我讲哦，十二的人你可以等14再换。不是，又有一个选项了，又有一个选项了，就是你换13，然后12给强哥。我每次都这样。我在拿12、11给他呀。那我最后给你看这张照片，你这是什么时候拍的？哇，这是在小油坑凌晨1:52拍的。这是星星吗？就星星啊。这个很像
幅画哎、欸，给星星。重点是那里全黑，全黑的，对，全黑的我拍我。然后每次我换十二的时候，你就跟我说他的夜拍很厉害，我就换了十二，我真的觉得夜拍已经很厉害。而且那你有那個嗎？那你现在又要叫我换十四？你有粉刺吗？有。他可以拍到你的粉刺。你要去哪里了？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他这个呢，他有微距拍照。嗯。你知道他有多厉害？多近？你给他看你的粉刺。不用，我给你看。你说钞票的？啊，你拍钞票的这个梅花，你再，你看它会自动侦测，你可以再近。哦。很近吧？已经贴在上面了。贴在上面了，对，表面有，它大概两公分。这样子。对。你看。多么清楚。多么清楚。很清楚哎、欸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？他连钞票的毛孔都拍到了。好险，我不是拿1000块，不然我觉得你就给我拿走了。那100块，100块。好了，哎、欸，很清楚哎、欸，是不是很棒？嗯。欸、但你知道你现在在我的主频道吗？你可以自己宣传一下。宣传一下啊！你现在在我主频道，我没有什么好宣传。你不宣传一下你的戏吗？戏也可以啊。哦，宣传戏都已经。没关系，一年半了呢。继续讲，继续讲。来啦，教你们这里。来，这里，你在哪？啊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我跟小妹。一笔加了，一笔加了。加了，加了。来，让我们看强强的右屁。强强在哪里？哇！那很右屁。有哎。加了。请大家准时收看哦。好。